没那素质。这怎么意思？你没那素质。我怎么了？我这打着餐纸长相就不叫北京人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生在红旗下，长在天安门，你呢？臭外地的。你这说话带骂街的可不成。臭外地，我还真是正方旗人。你看看奶奶，有从天安门，你看看旗人，瞧瞧，瞧瞧，没瞧出来。你有吗？你有吗？神经病吗？这不是。臭外地的上北京要饭来了，狂的谁呀、啊？你会说话不会、啊？北京贫底强，奶奶待着一个月七八千退休钱，这叫北京。这是什么评判标准呢？这是。说话一听说话就完蛋。你是得好好提高提高文化。微信两个微信，北京人一个海天一线一个，两个微信。老太太四个手机拿着，你有吗？我都有动物园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就是北京人，正黄旗人，怎么了？满族人怎么了？我老怀疑你是跟日本人长大的。哎，今天你啊，下车就让压死了，你看着吧。我说话您知道。你会说人话不会、啊？我就这样，我就这德行，我到哪都这样，你管不着。我也活六十多了。